你要打到我都笑了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东西就最贵的在正门。不能大意。对，不能大意。哎呀！哦，甩打，送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杰。今天呢，我们人还是在阿修的场，打爆他。对，我们就来这一场四处扛东西出来，我就一直把它打出来。四处捕获。对，四处捕获，就随便打吧。我们今天就随便打。再把它走。对。有。阿修四八。修哥是吧？修哥，我们今天来打爆修哥。你能打爆他吗？他有坐姿呢，他后面藏着坐姿呢。啊，你觉得你挖得出来吗？挖不出来。对吗？但是没关系。啊，你把他夹。没有。偷盘吗？是啊，哎、欸，他后面有那个呢，香吉士。没有，我会算。杰克，我来你欧啊，欧算。放屁。叫他拿出来，直接出货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当好当满。没有，我只可以挖、哦。哎呦，它好像有缝隙，对不对？嗯。来了一个后门线，拜拜。太多。太多了。尬的嘞。挖得到吗？很难挖，很难挖。我是这个，我试试看。挡好挡满。嗯，挡好挡满。让它变一个位置。好了。挂烫，翻，外台面我用打板去翻，确定，确定，翻，走位调一下，听鲨鱼哥的，哦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这样打，不然他捏到是屁股，对，要不我们把它全部打过来，然后翻翻，打过来翻翻翻，把它整球翻掉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打没多少，我们大概打了，200块，是吧？哭哭。再不起床啊！哎、欸，我们打了阿修，因为他应该还在睡啊，有可能这个时间点还在睡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把他再打了一个金正走。那他看监视器。哎、欸，他看监视器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台主刚刚帮他整理过了。我们再来打一次。对。哇，你好。怎么突然觉得爪力好强？没有，他原本爪力就很猛啊。好，包屁股，快丢！想要挖他的坐姿啊！我是真的也很想要挖他的坐姿。哎、欸，来了！可以。给他吸着吸着。哎呦！他们已经弹了。有二楼，有二楼的感觉。你说前面？对啊。还好。哎呦！平常心。那我们要补币，这个要补币。坐姿。嗯，对。哎呦！阿修这才出货点很多呢，翻也出，啊包也出，傻了。
有空隙了。他的坐姿如果能够把它，他前面是有空隙了，再掏出来，以他的爪力，可以哦，他的爪力掉，掉到他的脚应该，除非他粘起来，对，除非他粘着，不然他的爪力一定夹得出来。哎呦，开了开了，他练坐姿，上嘛上嘛。这一只先把它搞走。哦，我怕它打到它，哎，你要不要先把它再挖出来一点？你说这一只吗？那个啊，怎样？我开了开了。坐姿，阿修，坐姿，坐姿。懂姿懂姿吗？哎，懂姿懂姿。我是希望，哎，靠腰嘞。就说你先把它挖出来。我怕你等下会被他打进去，真的，但是还好他应该是，哎，干嘛？哎，补位，突破盲点，对，补位，伤体啊，好伤体啊，这一支先给他，哦吼，你也坐姿拜拜，重点，接接脚。你先把它拉出来。你坐姿，我先把它拉出来。没有没有，你都不想要拉出来吗？有要拉。嘿，六点。把它吸过来。嗯。啊，你靠腰太多。这时候我反而希望它内丢非常的大。为什么？棒，就弹出来了。好，来了，咻。你的坐姿完全把它蹬在墙壁上了哈、哦。你的那个布鲁克吗？对啊。来来，先挖出来。你先挖，先挖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次要先拉出来了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一定要先拉，那要躺着也好。你不知道。有了有了有了。拿这一个这一个。我们要去动这一个，哪一个？叫他进去。他好像没办法动。对。换我们先想办法这个靠过来。靠螃蟹。哎、欸，不要把它推进去啊！不会了，不会，不会。放它进去也可以。我拨拨它好了。那拨箱体是它会不会补位？但是那边有个洞，危险。会啊。这一只啊，你是那只贴好了，贴好贴满了。我要看看喽。可以的，它的甩幅很大，甩幅很大，挖得出来。好，过去。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嗯，还有一个洞，不够进去。你就进去。嗯啊，全包应该就进去了。哎、欸，刚刚好。坐姿应该吧，米宝。米宝托，锁起来。嗯。先封锁。先封东西进去。封东西进去。慢慢打。嗯。打来不能急。先把它打一下，没关系，扒不到，扒不到。进去，哎、欸，你不是封锁这里呢？他怎么封了这一区块？来来来，不知道打到他丢出来吗？好了，先把它拨捏过来嘛。对，捏那个脚。先封吗？当然封是最好啦，但是，哎、欸，哦，拿一下，它应该拿得到吧？拿一下就好了。你这里有一个洞哎、欸，过去啊！
你要打到我都笑了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东西只有最贵的在正门。不能大意。对，不能大意。他是被挡板卡住了。对啊，卡在那个角啊。哎呀。哎呦！过去了。再拨它，再拨它，继续拨，继续一直拨。现在多少钱？现在应该500多。500、600、600多，600多。哎呀！哎呀呀！没有，我是打算那一个。插在那个洞，就在那个洞里面。嗯。嗯，掉错位置。真的？你怎么跑来这里啊？那就鲁夫进来。因为我都会担心他跑到其他洞。你说在这个范围我都有办法拉，但是洞就很来了洞。好像还会越过他哎。你把那盒夹进去，一个小盒的。对。哎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可以了，没有动了。嗯。我要做一个安全起见。对，要做一个安全牌啊，安全牌。哎。要拨过来一点。哦，甩塔，它可以甩塔。送他，猜多少？忘记看。呀！坐姿上挡板。耶！我现在坐姿770。又会出来，我也转力，他转力很强，就啪啪啪啪啪把它啪出来。其实哦，然后就把东西全部打进去，把你看塞好塞满，回不去。我不会在做这些歪嘞。叮当叮当，阿修，怎么办？阿修，我们还有一盒哎。阿修，这样子。我们刚好打一盒哎。对啊，这一盒，还有一盒在那里面。我帮阿修补币，我再帮他补一点。好了，补完了。假如请公仔，我帮他补一下，真的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但是，但是如果又出的话，你就不能怪我了。我们是要用很认真的角度去补币。认真打牌。他怎么自己脱？不是不必吗？哎呀，阿修，今天拍谁？这个甩打就出了。打。他们觉得不必。他自己要出来啊。啊不，这盒。再帮他补这盒。再帮他补个币。我们运动家精神，不能瞧不起对手，认真在打。好，那我再补币。直接偷偷出。刚刚我看屏幕60块，70摔打。对，我们是要来补币的哦，不能再出了。哎，包屁股哎！拿过去。哎，我现在看到这一盒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哎。蛮好看的嘞。不要再挖那里了。其
要不然你直接投一百空抓。哎、欸，我有在想啊。好了。直接投一百。好，我帮阿修补币一下。好，补币一百。一百应该 OK 吧？补币完成。哎、欸，我打阿修的，把他打四。对啊。轻松出货。适合哎、欸，送啊送啊。这样整体打下来一千不到。哎、欸，一千有一千。一千一一千二左右，嗯，打四盒，可重点光这一盒就不知道价值多少。对啊，做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送这一盒吧。送出去，送出去。何况非常好的坐姿，相机师。哦。那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好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拜拜。No se entendería.